远远看到空中飞机急速坠落，紧接着一大团火球冒着浓烟直冲云霄。这起意外发生在达拉斯，一架 P-6 山战机高速撞上了 B-17 轰炸机，落地前解体爆炸，残骸掉落到附近的公路，地面上没有人员伤亡。这场飞行秀是今年第7年，当时现场至少有4000人。